这里是愿望达成的地方，也是让人幸福的秘密空间。任何感情皆可成为实现愿望的条件。不知道客人可有想要典当交换的？交换的话，一旦成当，包括被典当人在内的所有人不会有任何有关你们的记忆，相关痕迹也不复存在，只有你会记得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再次相爱，就会导致毁葬，所以代价还是他的命。你们毁葬的前提是需要强烈爱情的催生和孕育。他爱你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无恙，古天无，安然无恙的恙。你呢？陆若凡。哎，是你。哎，你在这里工作啊？你是厨师吗？陆厨。跟我合作啊。明天起，咱们就是搭档了。好乐吧？你就偷着乐吧。那好日子在后面呢，小伙子。你笑话我？不用你们帮忙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好啊。放心吧，明天开业我肯定赶得上啊。我先跟你说好，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对你也没那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做出来的的确有点不大一样，就好像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，很亲切，就好像是很久很久之前我好像吃过一样。嗯，很感动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刚才说的真好。哎，以他们现在这样的趋势，马上就会回档。陆小凡，你为什么总是刻意躲着我啊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没有啊。难道我会吃了你吗？咱们不是搭档吗？只是搭档吗？嗯，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陆小凡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来。打赌吧，赌不赌？赌什么？你别走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就永远在我身边。给我当厨师。不要，我会陪着你的，只要你想要的，都会帮你实现。我相信你。你们二人的情感还没有达到回荡时的浓烈，这只不过是个先兆。你怎么没走啊？担心你啊。我，姐姐，念经。现在我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。我们能多在一起一天，就是赚一天。小心！发现了，嫂。
还是因为回到呢？我这次真的帮不了你。我那边你不能不管。这就好比他现在流失的生命。吴耀能够活到现在，全仰仗你当年的那笔典当。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么做的严重性。那你呢，陆小凡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吴耀，你别这样。吴耀，我们俩之前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会告诉你这一切的。行，那到此为止吧。一次次的逼我们俩毁掉，你要我的命吗？来拿，你拿走啊！其实你没有选择的，客人你就是下一任典当行掌柜的。不要，你以后别来找我，你就在那儿就好，在哪儿都行，让我来找你。呀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已经把对方给忘了。好不容易，我们又想起了对方。我相信爱和记忆是没办法被真正典当干净的。就像错过还能重遇，忘记了还能吸引。我觉得冥冥之中有这股力量。你以后不管去哪儿，你都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别让我找不到你。保证。唯有陆小凡来，这一切都解决了。可是陆小凡，他如何愿意做掌柜呢？只要抓住吴恙，陆小凡自然会来当掌柜。吴恙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毁谤吗？之前典当所得将被尽数收回。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在提醒我要离开他了吗？如果你不面对解决这个问题，吴恙的命就永远像是悬在钢丝上。黄典文，我准备好了。从你第一次来典当行开始，这就是注定的一切，注定了将来你要坐在我这个位置上。我能信你吗？全世界都忘记你了，为什么只有我还记得你？你是典当行的掌柜的，我怎么感觉以前好像不是你啊？在下陆老板，欢迎光临。